SHE 的 Selina 跟老公张成忠首度同台出席公益活动，呼吁民众捐零钱帮助经历火劫以及其他病患的颜面损伤者。 Selina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在内地拍戏被火严重烧伤，历劫重生，也要回馈社会对她的爱。自己这一路以来也觉得说能够得到很多社会 大众的帮助是我非常大的福气，然后也是我能够再重新回到这个舞台，甚至很继续健康的活下去，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力量，是大家给我的鼓励跟给我的爱。而想出号召大家捐零钱的点子，全亏 Selina 观察到老公阿忠总是把一堆零钱放在家中， Selina 干脆将零钱收集起来做善事，也因此获得老公预赐了一个封号。你真的是零钱箱女王哎！我就说是吗是吗，可是他这样子亏我，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啊，因为这都是都是能够帮助人的，而且都是在鼓励大家做善事做好事的事情。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是这样，他不喜欢把零钱放在口袋，所以我们桌上都会有很多的零钱，因为那很重，然后可能耍帅吧，我不知道是不是男子一定要掏出千元大钞百元大钞才觉得这样消费比较帅气，但家里就有很多零钱。但我觉得我先生这样，应该很多男生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推荐大家，当你在掏可能百元大钞出来的时候，剩下零钱你不想要收进口袋，你就可以捐进这个零钱箱。